细路翻咗屋企有个几月嘅时间啦。今次呢条片就记录少少坐月嘅时候嘅点滴啦，咁同埋咧都想重点趁培月姨姨走之前，讲下咧佢哋日忙夜忙喺个厨房度究竟会整啲咩俾我食啦。今次坐月都坐得好好啊，休息好充足，全靠培月同埋姐姐佢哋两个，其实由朝到晚都喺个厨房度不停整唔同嘅食物俾我哋，咁啊等我哋一家四口都肥肥白白，亦都辛苦爸爸啦，因为咧呢一个月下辈住翻学啊，或者其实学校所有嘢咧都系爸爸跟。咁纵然都会有啲甩漏，第一次呢即係可能连续嘅有一两日会迟到啊咁样。但係我諗我呢个完美主义者其实就係要开始接受有二宝嘅生活一切都会变得好唔完美。就好似以为家姐返咗學就係泵奶嘅好时机咩，当你啱啱坐低开始泵嘅时候呢，你又听到細佬喊啦，咁於是你又跑入去啦，咁因为可以埋身就梗係盡量埋身啦。咁然后就会有好多呢啲错误，因为受限于要照顾家姐嘅时候冇辦法即时回应到細佬。咁所以当家姐返咗學嘅时候呢，我都唔舍得放低细佬，会疯狂捽佢。最满足就係见到佢醉咗啦，就嚟钓鱼嗰个样，我就最开心啦。咁细佬同家姐都会有啲唔同㗎，细佬係比较易瞓少少啦，又冇咁容易惊醒嘅，但係食奶就差啲，食好耐。家姐呢食奶就好快，不过呢瞓觉就好差，真係每个小朋友都好唔同。嚟，我哋讲翻个厨房先。话说都几搞笑噶，一直都想拍嘅 Kitchen Tour， 等到今日嘅时候，我嘅厨房竟然系咁样样，而我又好似好乐意俾大家睇咁。因为我好想俾大家见到真实嘅一面，其实都一个开刀嘅妈咪，翻到屋企嘅时候，千祈唔好以为你系呢一个家嘅人力资源嘅加一。其实你是一个减一，因为开完刀做手术其实都几伤的，咁所以呢返到去好多时都要人服侍，咁呢啲呢就係服侍我嘅人佢哋嘅暖水壶同埋佢哋嘅面包，咁你就知道佢哋得好少时间食晏啊食 tea， 咁同埋点解会咁乱呢，应该就会讲下我个厨房嘅结构，咁大家就明白，同埋啲碟呢洗完呢收唔返入去嘅，因为好快又要用㗎啦。每朝早第一样准备嘅咧，培月姨就会整咗个代茶先啦，咁就会即系嗰个茶袋入边有啲炒米啦，咁同埋大家会见到有啲圆肉啊、杞子、北芪、党参啊咁样啦。咁另一边厢咧，佢就会准备炖个肉汁啦，因为呢个咧就需要好多嘅时间。咁好多人都会问咧，即系坐月嘅时候嗰啲炖盅要点样准备先好咧？其实咧，我嗰两个电子炖盅咧，最后咧都唔系好啱用啊。咁啊，培月姨就自己带咗呢一个炖盅过嚟 ，which 咧就净系得个膽嘅啫，咁你見到出邊嗰煲就我自己嘅。呢個煲咧就係之前買落用嚟蒸長腳蟹嘅，咁佢就覺得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就最啱啦，即係嗰個大細。咁所以咧每一朝早啵碌啵碌嘅咧就有呢兩樣啦，咁就係一邊咧煲緊個代茶啦，另一邊咧就燉緊個肉汁，咁嗰個咧就會需要長少時間嘅。同一時間呢，我通常就會同阿女朝頭早有啲親子活動啦，咁今日見到咁大單畫水彩呢，都係因為啱啱收到呢個禮物，咁就攞咗我啲畫具臨時臨急俾佢玩下啦，咁就玩咗好耐。咁平時通常做啲簡單啲唔會咁 messy 嘅嘢嘅，都係玩下啲貼紙書啦、字卡啊咁樣，稍微做少少有建設性啲嘅嘢咁樣啦，咁就好過大家攬住喺度唔知做乜咁。另一邊雙培月姨姨呢就會將個代茶倒出嚟，咁你見到呢就会将个炒米入咗个茶袋，咁就唔会散收收饮到成口都系饭成碗粥咁样啦。咁呢个壶就一列啦，咁通常坐月嘅妈咪都会有好多个呢啲壶，咁甚至有时多过一壶添。咁但系因为我已经第二个月啦，咁所以有时晏就会出街嘅，就整唔到咁多，咁就一壶我就觉得都够噶啦。跟住姨姨就开始准备蒸猪肉无限 loop 啊！咁我相信有经验嘅妈妈都知道，坐月咧其实头一个月甚至个几两个月咧，其实都食好多蒸猪肉嘅菜式啊。咁今日呢个咧系蒸排骨，咁见到有啲虫草花啊咁样啦。咁其实已经咧系尽量有趣少少噶啦。咁头一个月都系食一啲简单嘅蒸餸啦。咁其实大同小异，我谂你订月子餐或者即系唔同人整嘅嘢，其实都系差唔多。咁但系咧就即系叫做有啲新意，有时整下唔同嘅口味。咁同埋就算一人份咧，都会俾翻个汤我嘅。咁你见到咧眼前呢个份量，其实都食唔晒噶啦，咁所以有时老公都会一齐食啲咁样嘅。
话说遇到有值得庆祝的事，有一天我们是煎了牛扒的，趁女儿睡眼觉的时候，谁知道她醒了，结果就是极混乱的情况底下吃了这个牛扒餐，是好味的，不过忙到赶着出门口已经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了。头嗰个零礼拜咧，其实阿女啲功课啊、学校啲通告等等咧，我都好甩噶啦，手册都冇乜签啊，咁所以咧，即系第二个月嘅时候就陆陆续续睇翻，睇下佢喺学校嘅进度啊，做紧啲乜嘢咁样，都会即系睇翻下学校派翻嚟嘅嘢啦。咁同埋有时都其实当系放下风咁样咧，就同阿女出街近近地去下超市。咁由第二个月开始咧，就接翻佢翻学放学。咁基本上咧呢一两个月嘅活动都系咁样。就冇乜特别。去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个肉汁就会准备好的了。其实大家 search 都会见到有很多不同的炖肉汁的方法啦，你又可以望下，基本上呢都是摆一只碗在个炖盅的中间倒转它，就不要加水啦，就等那些肉呢就自己出个肉汁。头一个月呢我就全部喝虫草的，现在第二个月呢就会很简单，可能是原肉啊、蓝藻这样的。晚餐方面之前其实都在 IG 分享过好多㗎喇，咁都食得好好㗎。咁第一个月即係慢慢地啦，由清淡啦，到而家呢好多时第二个月呢就会有亲戚朋友上嚟，包括满月嘅时候啊咁样。咁培月姨姨就会整多啲唔同嘅菜式，尤其是呢即係宴客就可能可以整下啲海鲜类咁样啦。咁趁呢个时候呢，大家记唔记得一开始镜头呢都有见到呢个阵嘅。咁点解啲嘢会摆到斜晒咁呢？其实佢哋全部都有一个好玄妙嘅角度，呢度六嚿电器呢全部呢都係有人用，甚至係同时间会用嘅。咁所以佢哋摆放嘅角度呢就必须要係呢即係多过一个人啦，一个喺度冲緊奶嘅时候呢，另一个可能冲緊咖啡啦。咁另一边厢又有人用緊个蒸炉啦，咁同埋个炖盅又炖緊嘢，咁后面仲有个 UV 机，上面再有个饭煲嘅。咁你话好逼夹咧，又唔系啦。咁但系点解要摆放到咁黐线咧？咁就要由个厨房个结构讲起啦。咁大家见到咧，其实有好多柜门，但系咧佢嘅所有柜咧都唔系话好等使。咁同埋呢边咧系冇任何插头嘅。咁即系话呢边炉头嘅左右咧，我就摆唔到你话 UV 机啊、电饭煲啊嗰啲，就完全插唔到呢边啦。咁呢边咧就只可以摆一啲唔系电器嘅嘢咯。咁而成个厨房唯一嘅柜桶竟然就系黐住个地下咧，就喺呢一个微波炉嘅下面嘅，咁所以咧你又唔会将啲餐具摆呢度嘅啫。不过佢有一个几好嘅设计，就系我而家拉出嚟呢一个位，咁通常咧就会系用嚟摆下啲煲啊咁样，咁但系因为啲煲全部用紧，同埋你睇下出边咧仲再买咗一大炸胶箱，就是因为多了一个小朋友或者坐月的期间呢，其实食材方面呢真的多了很多。例如就是一开始呢会叫你买那炸北芪党心、蓝藻、红藻、淮山磁石这样很多很多的药材啦。咁同埋呢又有啲茶袋啦，方便你入住呢啲嘢用嚟整个袋茶啊、甚至乎係有啲汤料啊等等咁样，都有多了很多呢以前你唔会买咁多嘅嘢啦。咁呢个就不嬲都有㗎啦，卖下广告先。呢、这个呢係我哋卖嘅糖嚟嘅。咁佢一个罗汉果糖啦，如果係怀孕啦、生酮飲食啦、关注体重或者係血糖嘅朋友呢就最啱㗎啦，因为呢一个糖呢可以代替砂糖。咁我哋呢都係将佢入咗落个糖格度，直情用嚟煮餸用嘅。咁呢度呢有一樽好隐藏嘅，就係我嘅炒米啦。咁其实已经 refill 咗一次啦，整咗第二樽满晒嘅。咁呢个係大概係过半月嘅时候已经飲到第二樽。咁下面就会再见到有啲药材啦，同埋咦呢个咩嚟嘅呢咁样。其实咧，话说啲长老咧买嗰啲陈皮咧系好厚玻璃罂，一大个唔知几多年咁样。咁但系你日日都要打开个玻璃罂都好烦噶嘛。咁所以就将佢入咗落个奶粉罐度，就系呢一个咁巧妙嘅设计啦。咁可能你会问，喂，你冇橱柜咁样？有嘅。咁打开入面就系放咗呢啲，你见到其实系 fancy 少少嘅杯碟啊咁样。咁但系呢个月咧，其实好少用得着嘅，取而代之咧，不停用嚟用去都会系即系最实际嗰啲碟，例如入得微波炉啊、焗炉啊一啲多啲用途啲嘅或者个大细系多啲用途啲，全家都用到嘅。咁同埋阿女嗰啲餐具，咁基本上咧佢哋都收唔到入柜噶啦。蓝色衣服。七二三四。
就是这样，这个混乱的厨房呢，在这个月里面呢，就好像工厂这样，每隔一两个钟呢，就生产一些好好的食物和汤水给我啦。还有呢，今次就算坐月的期间，长老上来呢，都不用照顾我，可以一起吃饭。那最开头的时候呢，就会是只是整一碟猪给我，那其他人呢，就可以吃好一点这样啦。希望呢条片都呈现到俾大家睇，坐紧月嘅妈妈对于三餐呢一个环节咧，其实系好高要求噶。无论你本身嘅饮食习惯系点，例如有个别嘅食材唔食，或者唔饮汤，甚至食素，点都好，你一定要谂掂边个煮俾你，因为一日三餐，一个月真系好多餐。咁同埋咧，就算订餐，可能都要收下风啦，睇下啲口碑啦，咁都要揾一啲咧真系好食嘅、啱食嘅去提供俾你。两次坐月相比之下，梗系有人帮轻松好多啦。而且今次三餐有人好好照顾，咁个人咧就精神好多，同埋恢复得都会快啲。其实做妈妈咧，真系好容易忽略自己嘅，因为啱啱喺医院抱个小朋友翻嚟，又或者屋企本身都有个大宝嘅话咧，更加难照顾到自己。等我哋一齐加油努力啦，喺尽心尽力照顾个小 baby 嘅同时，希望你都有少少时间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好好调理身体啦。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